主意就是，宝宝大哥，这些 maybe 的东西都好特别啊。背老婆大赛典故，来自芬兰古代抢婚的风俗，男方要到邻村抢女生，背回家就可以娶进门。好，我们这个健康步道大车兵啊，那我们这次呢不追。追没有意义，我们关卡，第一关三角锥路障你要跨越，第二关吃糖，女生要吃糖，那男生要盯起来，对，第三道乒乓球吹吹乐，把乒乓球吹出来，然后再回到终点就 OK 了，难怪不用追，对，这个关卡太重，对，这是一个计时赛 ，OK， 好，那因为那个。大哥们他们都很有风度，是，所以说你们先玩。好，我们先玩。我们先，对，好好好，我压力很大。你第一秒就直接就推给我了，是是是，因为这个。厉害耶！然后我猜森达选 Lina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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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我会选 Lina？ 怎么可能？那 Lina 选我的啊？好，预备。那 Lina 你 OK 啊？好，那我们上场。请就位。哎，对，这应该挑轻的吧？先飞起来吧。上肩。不是最轻的吧？录三个，预备，好，森达，角度很重要，计时，就是最新了，开始，尽量倾斜，倾斜，倾斜，弯腰，哇塞，这真的很痛，哇塞，哇塞，哦，这样这样，而且莉亚感觉不轻，哦，好痛哦，莉老，啊，莉亚，莉亚，莉亚，来劲，跨栏之后，栏倒，踢倒也可以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可以出去，好，不能出去，被发现了。哇，进来点。哦，森达，你要转移你那个身体的感受，那个力量，感受力，你想的力啊，感受，想想力，想点别的开心的事情。这超级痛，想想你肩上的重担。哦，想着气娘，快到，第一关了，快到了，第二关了，第二关。总跳高，挺高点啊。哇，对，有了，哇，这个知道吗？哇，哎，继续前进，哇，好，不要抓他的麦，不要抓，对，抓他的头，抓他的头，抓他头发，抓他肩膀，哎，对对对，抓头发，越讲越抓，啊，真的可以了，缓冲，痛到晕倒，好痛哦，哇，哇。串出来啊！不是串出来，哇！莉亚串出来，莉亚吹啊！用力吹！等等等等，护目镜，护目镜戴了吗？戴了，戴了，来来来，哇哇！怎样？太棒！再高一点，再低一点，什么高？再低一点，刚塞进哪里？阿飞，回头回来，回头回来，回头回来，走回来。快走！哇塞！哇塞！谢谢呀！哦耶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，我以为这场比赛会高达两分钟，没想到在1分50秒结束了。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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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厉害！然后大哥队下一个要参赛的现在正在哭。我们的请就位，这个好可怕哦！你要变谁？我，金童，聪明，金童几公斤？还不错，你几公斤？50。曲哥几公斤？73。曲哥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好，请就位，来来来，哎，杨队长。杨队长，你们先忙，你们先忙，这真的，杨队长流汗嘞。哇，这真的快不起来哎！血液循环了吧？哦，血液完全冲不到其他地方，都在脚底板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知道脚底按摩有效了。好，来来，看这位就位，裤子快掉，哎呦，这个裤子快掉，这样腿来，请上。哎呦，计时开始，看看我们这个厉害的凯刀塔。我走到了，好黏啊，好黏啊。我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哦，搞到了。你要冲步，对，要冲一下，冲5步，5步吗？对，冲5步，你冲，冲一、2、3，冲5步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休息，好，再2步就到了，再冲2步，再冲2步，大步的，再2步就，小心啊，准备吃，等一下。
再一步跨上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好痛好痛！停起来停起来停起来！好厉害厉害厉害！去帮，哎，你们去帮他戴眼镜，快点！你从这边从这边从这边，他过镜。这怎么这么？好好好，帮我分散分散注意力啊！那个，你最喜欢的国家是哪里？你来的什么？什么？潘教授，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歌？王嘉尔的《Puppy Love》。那你唱一遍给我们听。哎哎哎哎哎哎哎 ！Got a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。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快点叫！哦哦，完了！哎，要回去，要回去。加油！加油！不想回去。哇塞！哎呀！奇迹！奇迹发生了！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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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没有。我们这边怎么会起雾？好像不一定。对。我跟你讲，差距就这么两秒。真的假的？啊！这一刻1分52秒。哇！哇塞！所以，哎呀，你在量猫头鹰哦？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这是个抱老婆的游戏对吧？对，是老婆会被爆掉。对不起，我吃太多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潘教授，你刚比完很累很痛，我们知道。杨站长，你在旁边不录什么？我短时间真的站不起来，我刚想帮他戴那个护目镜，我觉得还是他刚在旁边。你才不录什么？这个很痛啊！好了，今天呢很高兴啊，这个1分52秒比1分50秒，我觉得大家都进步了，超强。然后今天其实我忘了告诉你们，今天我们是不计胜负的哦，友谊赛，对，友谊赛，太棒太棒。